的时间了，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带礼物给你们呢？对，我爸爸每次去玩上海都带一些玩具给我。真的好棒啊！今天我们要教的这首歌叫做 My Aunt Came Back， 那他们回来之后会带什么礼物给小朋友呢？我们一起去唱歌咯，一起拍拍手。再唱一次 My Aunt Came Back， 一起来唱歌。